一。经过讨论之后，我们发现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，就是没有办法在工作和玩乐之间取得平衡。常常在工作的时候，有一边想着等一下去玩什么，或者是被身边的手机给影响，想要滑两下。但是这样子的话，不但延长了工作的时间，玩乐的时间也减少了。然后在玩乐的时候，我们又想着哪些工作还没有做完，所以也影响了玩乐的品质。所以最后我们决定把主题定在如何在工作和玩乐之间取得平衡上。我们学校有一个活动是夜读三点，是从下午6点到晚上9点，3个小时的自习。可是常常有很多人就是读书期间就会把手机拿出来玩，所以我们拟定了一个计划，就是请爱心妈妈保管我们的手机。可是因为这个应该还需要再透过跟学校的申请与沟通，所以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。所以我们另外拟定了实际的方案，就是我们先列出个人的行程表，就是每天你要读的什么东西之类的，然后我们之后完成后，各小组互相队员打电话互相督促，去确认你有没有是否如实的完成。那我们这组分享的方式是透过 PPT 的口头报告，然后当时有邀请一些校内的师长、主任以及一二班导，然后我们分享是从本班开始推广，然后再由一二二，然后再推广到更多的地方。谢谢大家。